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和正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学全国中学骨干教师综合教育能力提升博雅讲堂2020年前沿与交叉研修班，我是主持人，来自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院博士毕业生，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任慧霞。提到白血病呢，相信大家都会心惊不已啊！的确，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恶性肿瘤。而今天我们请到的主讲人呢，在过去20多年中，践行着医者的初心，带领团队拿出了被全世界公认有效的北京方案，极大地提升了白血病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并获得了2016年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之首。他就是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教授、所长，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军老师，让我们有请黄老师。好，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好，非常高兴呢，来到博雅讲堂来参与今天的这个互动，谢谢各位。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有请黄老师给我们带来课程分享，那课程分享结束之后，我是提问和交流环节。届时我将传达各位研修班老师们的问题，请黄老师进行交流解答。那接下来时间交给黄老师，有请。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临床大夫，我主要是从事白血病的诊疗工作，所以我今天讲讲白血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创新之路。我们知道呢，白血病呢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个重大疾病。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白血病主要表现为出血以及感染，所以它虽然并不是说发病率最高的一种肿瘤，但是它在肿瘤的死亡率里面是排得非常靠前的。在青壮年及儿童，它是排第一位的肿瘤，在成人里头呢，它排到6到8位。我们可以从右边这个图可以看到，其实白血病现在已经不是不症之症，是可以通过化疗或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得到根治的。那么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用这个图上显示的一样，我们可以把正常人的干细胞把它提取出来，或者是骨髓或者外周血，然后呢把它输到经过放疗化疗以后的病人体内。因为造血干细胞具有重建造血和免疫的功能，所以它就能够使得在病人体内重新长出正常的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从而把肿瘤杀灭，病人得到根治。这就是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过程。那么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个技术呢，其实在从历史上发展来说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应该说我们在美国呢完成了全球首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么到70年代呢，有一些长期生存的病例，所以在1978年左右呢，这个技术呢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以后呢，目前就逐渐被血液同行接受一个可以推广应用的一个新技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创始人呢，埃迪·托马斯呢，也因为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应用呢，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这是第一个临床大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所以应该说造血干细胞移植这项技术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国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亚洲完成了第一例同基因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在1981年呢，在中国完成了第一例的异基因骨髓移植。那么，中国骨髓移植的创始人是陆道培院士。但是呢，我们在讲了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非常好的事情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骨髓移植这项技术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中呢，并不是没有缺陷。就长期以来，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这项技术呢，它必须供者和受者在 HLA， HLA 呢是在
第六号染色体上的抗原，它必须 HLA 完全相合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病人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他找不到 HLA 相合的供者，因为 HLA 相合的供者只能从兄弟姐妹之间才能找到，而兄弟姐妹之间找到的可能性只有25%到30%，即便是非血缘和脐带血骨髓库里头也找不到这么多同胞全合的供者。所以供者来源匮乏呢，是限制移植应用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中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80年代基本上就实行了一个孩子的家庭，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找不到同胞全合的供者，所以供者来源匮乏呢，在中国就问题更大了。另一方面呢，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其实所有的人因为老师都是做生物的，所以这个概念不需要讲，也就是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其实是单倍性相合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单倍性相合供者能够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呢，那就供者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能想到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同行在80年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想过，并且用全合相同的方式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我们可以发现由于 HLA 屏障的存在，使得移植后的排斥率高达50%到81%，抗宿主病高达70%到90%，因此很多病人就死于要么就长不上去，要么就出现很严重的抗宿主病，最后在半相合做移植的情况下，病人的生存率只有10%到20%，显然这样的结果是不能被临床接受的。遗憾的是，在2000年以前，全球做了很多的尝试，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方法解决半相合这么一个技术。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就是说在2000年以前，国外主要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就这个 T 细胞是一个免疫杀伤细胞，它会杀掉肿瘤细胞，因此呢也会杀掉正常细胞，这就所谓的抗宿主病。所以大家就在想，既然你抗宿主病这么严重，那我把 T 细胞体外去掉，抗宿主病就降下来。的确像我们展示一样的，抗宿主病的确降下来了。可是非常遗憾的呢， T 细胞它是有多重功能的，它同时有促进 T 细胞促进干细胞长进去的功能，同时呢它刚才我讲了，它有抗肿瘤作用，抗感染作用。你把 T 细胞去掉了以后，它抗宿主病是降低了，但是抗肿瘤作用减低了，抗感染作用降低了，所以最后导致生存并没有改善，所以去 T 基本上就认为不太成功。其实呢，上个世纪在90年到92年，我呢就跟随陆道培院士呢，也是基本上采用去 T 的方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同样我们只能接受的是失败，因为效果不是非常好。所以在97年以后，我就在想，既然我们把 T 细胞去掉之后，不能把半相合移植的疗效改善，我们有没有可能，同时 T 细胞有很多功能，我有没有可能把 T 细胞的功能进行改造，同时呢把这个 T 细胞保留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在早期它可能改造了 T 细胞功能，就不会出现抗宿主病。那由于 T 细胞没有被去除掉，在适当的时候它又能够被激活，这就是我把单倍性移植的研究推向非体外取得的方式。当然我刚才讲的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 philosophy 的东西，在科学上呢不能完全讲 philosophy 的东西，要拿出证据。我不去展开讲为什么想到这个 GCSF 粒细胞极落质基因子呢，是一个干细胞的动员剂。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因为刚好自体干细胞移植出来了，
那我就发现这个在促进干细胞扩张的时候呢，它对 T 细胞功能有影响，而且它能够改变 T 细胞抑制物里的成分，同时呢也能改变 T 细胞的功能，而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对抑制物里头的 T 细胞甚至多组分的功能的改造。事实上我们自己通过系列的研究发现，它的确是能够比使得一些具有调节功能的 T 细胞亚群长上来，而这些亚群呢在动物实验在体外都证明能够降低抗宿主病。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确是通过体外实验和动物，当然后来也有临床证明，对供者采用粒细胞极落刺激因子能够降低抑制物抗宿主病。好了，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办法，但是问题是就像我们去蛆以后它可以导致排斥增多，那我们这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排斥就降低？因此我们又发现啊，干细胞能不能长进去跟干细胞的微环境有关，而微环境的损害大了，干细胞就长不进去。因此我们发现这个机制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微环境的环境，或者是让病人等的时间长一点，让他的微环境修复，从而能够促进植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建立了一套临床免疫耐受的一个新方法，而这个新方法就是在 HLA 同胞全核的移植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两个调整。第一，对病人强化了免疫抑制，用 ATG， 当然现在对 ATG 到底有什么作用还存在着争议，所以我们讲有效的方法是一回事，机制可以无限的延伸。同时呢，我们对供者采用 G-CSF 的动员，那么用这个免疫耐受的新方法呢，我们在2000年做了第一例的同胞间半相合的移植，单倍型相合。到2002年做了第一例的父母间半相合移植。为什么要把这里展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做了同胞间半相合的时候，有人会说，哎，你可能同胞间其实虽然是半相合，但是由于它表型出现一两个位点不合，它不是真正的半相合，或者说不是真正的单倍型相合。但是父母不一样，哪怕你表型上相同，它一定是单倍型相同。所以我们当然2002年这一个病例呢，是既是表型上1/6不同，同时它遗传基因上也是半相合，那 hyperidentical， 是 fully mismatched。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幸运的这两个病人呢都植进去了，同时呢都没有出现严重的 GVHD。当然在这里呢，我觉得这两个病人都是非常晚期的病人去做的。那么受这样的一个鼓舞以后呢，我们就看起来这套方法是有可能把这个半相合干细胞长进去，同时又不出现很严重的抑制物抗宿主病。当然临床的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你不是通过一个病例就能够让大家都相信这个方式行，但是一个病例两个病例往往提示着它是可能行。所以从在2002年开始，我就开始不断的积累病例，不断的通过回顾性前瞻性单中心，然后慢慢这个推广普及，进行多中心的技术，一直一直一直证明这个方法的确是非常有效的，能保证干细胞的植入有降低抗宿主病。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的已经让干细胞长进去半相合长上去的概率达到99%到100%。如果大家能记住我刚才一来的一张幻灯，就是说单倍型相合，也就是说半相合，当时在普通的这个方式，它的植入率排斥率是接近50%30%到50%，甚至如果你去体达到80%，所以我们现在达到99%到100%，所以可以说这个方式保证了干细胞的植入。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抗宿主病是43%，可是我们刚才展示的背景是原来的
啊，抗宿主病是70%到90%，所以我们说这系列技术证明啊，它能够保证植入，降低抗宿主病。当然，这一个方式呢，其实应该说我们这个技术在做成以后，我记得很清楚，在2004年，我是第一次在国内的一个会议，小型会议，当时我是应该是在西藏，啊，一个内部的一个小型会议讲了这个结果。那我们的同行其实是不是很信，尽管我当时报告了58例，随后我去香港也报告了这个，他们也不是非常信，但毕竟是中国人，他们有相同的语言，所以他不会特别不客气，只是觉得奇怪，或是问一些不痛痒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由于做了这个东西以后，逐渐在200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呢，我们在国际上开始也获得了一些机会。比如说我在2007年就由应这个欧洲实验血液学主席Dr. Gluckman 邀请啊，在汉堡的国际实验血液学会议的年会上做了大会报告，就讲了我们当时是100多例的结果。 Gluckman 呢是在国际上移植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他是被称为世界脐血之母。那么在这个会上，并不是他来提问题，就有很多专家就提一些问题。当然我认为老外讲提问题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非常直，他就说 OK， 全世界做半相和移植做了这么久，甚至去梯成本还很高，你怎么就简单用一个 GCS 和 ATG 就把它搞定了呢？你的机制是什么呢？坦率地说，我跟他讲，我的机制就是 GCSF 的影响 T 细胞功能。当然他们不是很相信，或者说今天用我的眼光来看呢，其实我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让他相信啊，所以他们还是很怀疑。当然随后也会提一些枝节问题，说啊，你为什么用骨髓和外周血，这不符合伦理啊。在2007年和今天，我们今天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严格，是骨髓加外周血都不允许任何一个改动。但其实我们当时是在医院是通过伦理，但是呢，他会觉得这个伦理这个动作很大，因为一般以前做移植只做外周血或做骨髓，而不是加起来哈。那么到了2008年呢？我又去圣彼得堡啊，这个开这个单倍型相和移植的会议，当然同样类似的问题会提很多。那这个 Jacobi 呢是我的这个会场的这个一个主席，那他是国际非常有名的这个专家，当然现在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记得他坐下来听完我报告以后的第一个问题就说。Dr. 黄，我从德国到圣彼得堡来听报告，就是为了听你这个报告。但是你这个报告，比如说讲了一大堆旅游半相合，跨越度那么大，我们 T 淋巴细胞回输都要很小心，你为什么 T 细胞没有去除，还用这么大剂量？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方式，小剂量小剂量的来做？啊，我觉得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当时呢，我其实呢，到今天我也没有太搞清楚完全的机制，那当时就更不完全知道这个机制，所以我只能跟他说：第一，科比教授啊，第一，我这个结果证明多次的临床应用证明效果很好、安全，我可以拿数据给你看。第二一个，你问我为什么机制？我虽然有一些原理，就是 GCSF 改变 T 细胞的功能，使得它不至于出现很严重的抗宿主病，啊，但是呢，我也知道并不是非常满意的解释。我说第三一点，如果我都是按照您告我的怎么来做，我估计您不会来参加我的会议，啊，所以类似这样。当然，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创新，我觉得都是在。颠覆别人的观点，而直到必须让别人得到重复。非常好的呢，就是在2007年，我认识了
一个德国的教授，这个罗马的一个教授，所以呢，他在会议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哎，你的这个方式做半相和做得非常好，而且你短期快速做了100多例，那么我要按你的方法做一做。我说那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就有交流，一直到2013年，他在 Blood 发了一篇文章，你看他的评述是这么说的，基于黄小军首先建立的 GCSF 免疫调控，我们的方案 modify， 他说了 modify 就是他改良了一下，取得了良好的植入和抗宿主病。那么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啊，国际上在 Blood 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杂志，也就做了一些评述，从此对这个技术保证植入和降低 GVHD， 尽管还有很多机制的问题，但是质疑声就开始减少了。当然我们迎着质疑而上，我知道我们深深知道一个创新啊，并不是一个点就解决了，尤其是临床这么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在想使半相和移植的干细胞长进去了，抗宿主病能够接受了，但是呢，这并不是全部，我们能不能使它抗宿主病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第二，我们做完白血病以后，做完移植以后，并不是个个都能够好，其实它还是有一部分原发病会复发。那对于这些复发的病人，在 HL 差异一半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进行淋巴细胞回输，我们能不能进行有效预防。那由于以前是没有共振，现在半相和父亲可以做共振，母亲可以做共振，最简单来说，父亲母亲哪个共振更好 anyway， 然后我们这一系列技术我们能不能继续优化，如果作为优化完了以后做一个半相和的体系，虽然我们说半相和可以做，但是它跟同胞全合比效果如何，它比传统的化疗是不是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沿到这个方向呢，做了一系列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就通过移植物的组分，我们能够预测出来了抗宿主病，那预测以后呢，对高抗宿主病的人呢，我们就强化预防，就使得抗宿主病进一步降低。你看我刚才想平均来说，我们以前是43-48%能够出现抗宿主病，通过这当中分层，我们能够使得抗宿主病降到了20%多。啊，同样，由于 HL 的屏障的存在，但是复发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对临这个移植和复发的一个技术进行改造，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德国的故事。而改造以后，使得它的更安全。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不仅安全，它使得抗白血病作用还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那同样，我们再结合生物标记啊，就像生物标记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个性化的干预，使得半相和移植以后的白血病复发的防治的空白被我们填补了。那我们关于白血病复发的这一块共识呢，影响了中国，影响了美国，影响了欧洲，现在被成为全球推广的一个办法。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没有半相和移植单倍型相和移植之前，其实我相信各位老师也从各种新闻里面也看到，会经常说啊，这个人得了白血病啊，现在开始没有共振了，所以去骨髓库找，骨髓库找了也没有了。估计现在大家很少见到这个故事了，因为都有共振。现在估计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是说没钱了，所以要去找钱了。那么就问题是共振缺了是一回事，这就像我们生活水平高了一样，以前是没东西吃，现在吃的吃上糖尿病。同样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是没共振，现在的共振多了，一个人可能父亲能供，母亲能供，他可能还有弟弟，他可能还有堂弟堂妹啊，堂兄妹。如果是一个中年人得了，他可以有父母可以献，子女也能献。那么问题来了，哪个共振更好呢？所以我们同样通过我们全球最大的病例
1000多例，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而这个共者优选原则现在也是全球最广泛应用的一个优选原则，啊，就像德国现在最有名的一个骨髓移植血液病儿童血液专家评述的一样，说我们这个共者优选原则将使众多患者受益。那刚才也讲了，我们在做半相合移植之前，其实最担心的原因就是，第一，半相合使它不能长，长了出抗宿主病，最后生存率低。那同时呢，是 HLA 差别越大，它这个疗效越差，也就是说 HLA 不合的程度跟临床是相关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么多的技术改进，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现在 HLA 不合的程度还跟临床有关吗？我们非常兴奋地发现 HLA 的不合程度不再和临床疗效相关，这是彻底颠覆，这也是我们今天敢讲我们这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跨越了 HLA 的屏障。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绝对不是靠一点点，我们要靠系列的研究能够证实。当然这个观点呢已经这个现在被公认。好，那么作为临床，我们技术做完半天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来体现。大家一定说，哦，半相合我已经明白了，原来半相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因为大家一想到半相合就觉得不能做移植，合并症太多。现在你已经告诉我，黄大夫你已经告诉我可以做了，回去我回头碰到周边的有亲戚朋友可以说供着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也知道白血病可以用化疗治，那你现在做了半相合移植真的比我化疗好吗？如果没比我化疗好，我干嘛要选你半相合移植呢？对，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用前瞻性研究证明半相合移植的疗效优于化疗，甚至可以达到和同胞全合一致的疗效。那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以后不用担心共者问题，也不用天天去找同胞全合或者非血缘全合，只要有半相合就可以做。实际上我们最近两年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在全球第一次提出来，并且我们用系列的非常好的研究证明，在一定的情况下，什么叫一定的情况下？就假如这个病人是高危容易复发的情况下，半相合移植的疗效优于同胞全合。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假如一个病人是一个高危的白血病，你即便是有同胞全合的供者，我都建议你不选了，直接选半相合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50岁了，他也有兄弟姐妹，一般也是50-60岁了，同时他有孩子20-30岁，孩子的效果比同胞好，所以这就叫做超越经典。所以科技的进步啊，通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它能完全颠覆我们的观点。总之啊，这么一个创新，我们从点点滴滴的一个简单的细胞因子又到免疫耐受开始，一个个技术问题的改善形成一个体系，也这当然是全球第一个单倍型移植体系。也由于这么一个体系，而不是一个点的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创新，所以在2016年世界骨髓移植协会撰文呢，他说啊，北京这个团队啊，利用 GCSF 联合 ATG 在抗宿主病、在抗降低排斥里取得非常好的改进，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取得和同胞全合一致的效果，因此它可以称之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北京方案，也因此他推荐说是缺乏相合共者的可靠替代方案。那随后呢，很多知名的专家，比如说欧洲血液学会的前主席，就说北京方案应该是全球半相合的标准。那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刚开始做完这个的时候很兴奋，得到了很多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去讲课，
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和挑战。那随后呢，我们的团队不仅是我们有很多同事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会议上，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我们的持续的系统性的创新才使我们北京方案今天仍然在活跃在国际的舞台。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2013年得到了挑战声开始变弱，在2016年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是世界上半商号一致的三大体系。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在 EBMT 的网页上已经把一个意大利的体系基本清掉了，因为这个体系明显的不如我们和美国之后的一个体系。但是美国的体系我还是认为我比他好，因为疗效比他好。当然美国人在我们之后做的，美国人说我的方案比你的原理清楚，因为他的确是基础做得比我们好，第二他的确是话语权比我们强。我们的这些体系呢，应该说改变了国际上的多项指南我们有177项国际指南和共识引用了我们东西。我们这个方案作为一个整体的名称，也被写入了国际权威的托马斯教科书。也由于我们的工作，使得原来半商号认为是不能做，到现在呢，认为是能做，并且就像我刚才讲的，它能够比化疗好。跟同胞全合一致一样，甚至好于同胞全合一致。什么意思？首选而不是备选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由替身变成 number one， 变成主角了。总之这是一张图的幻灯这个是应该说这个创新，我们由于这个在系列的技术改进使得半商合由原来不能做现在变为常规。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原来要做移植必须同胞姊妹之间才能去做共者，这个概率只有25%。而由于我们这个技术，因为同胞之间半商合的概率是50%加上25%的相合，所以我们同胞相合的概率能作为共者的概率已经由25%上升到75%。那父母和子女之间原来是不能成为共者，由零上升到100%。当然还有表亲，我们同样可以作为共者。所以我们说北京方案使单倍性移植梦想变为现实，人人都有移植的共者。也由于这个技术的改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植中心我们不仅仅说是我们这个技术说自己用，我们的技术如果只是自己用它就不是好技术。我们的技术在全国港澳，包括港澳地区香港有几个医院它都是在我这里学习。那么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供给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骨髓移植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而其中半相合移植占了整个移植的60%到70%。同样我们这技术也推广，技术本身推广到国外，关键是在我们之后美国也做了一个方案，我们两个方案做成功以后，使得我们血液圈大概现在公认半相合已经是可行的。所以可以看到全球都在做半相合，我们不管从欧洲从美国都可以看到半相合移植的速度增长速度是最快的。所以美国骨髓移植创始人 Robert Peter Gale 呢，就在2018年在 JHO， 也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非常好的一个杂志做了一个评述。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20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那当然他点了两个，一个是上海的北京上海方案，也就是急性早愈率微甲酸和生机的故事，砒霜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这个故事。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北京方案啊。那么我在第二届这个转化医学杰出贡献奖呢，当然我后面会讲，我也因为这个工作得到了，在去年得到转化医学杰出贡献奖，所以它的评述是北京方案是我国原创技术改变世界格局的典范。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呢，被评为中国生物医药技术十大进展，啊，排在第一名。那在2018年呢，我也获得荷兰合力奖，在去年呢，也获得长嘉京生命科学奖。当然在2013年，我好像国外的奖拿得早一点，在2013年呢，得到了欧洲骨髓移植协会的圣安东尼奖，在2014年呢，获得了国际恶性血液病，就是亚太血液联盟的一个杰出贡献奖。我呢通过这么一个我的实践来看着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而这个科技创新呢改变了人类，照样了病人的生命。所以我一直在想啊，我们为什么能做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能做成这个事，我想都是因为我们有理想。因为我们有理想，我们才会想到为病人解除痛苦，因为我们有理想，我们才希望解决全世界未曾解决的医学难题，也因为有理想，我们才能克服各种困难，我们才能在探索的路上无所畏惧，永怀信心。好的，谢谢各位老师。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提问和交流环节，这里呢我收集了来自研修班各位老师的问题，那接下来请黄老师为我们一一解答。首先是来自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东兴中学的张光奇老师，他的提问是：过敏从概念上来讲呢，是免疫应答过度引起的。但是在求医的过程中呢，我们往往接受到医生的建议是需要提高免疫力。那这样子同时还有一个建议是远离过敏源啊。这样两条建议，第一条是很难理解的。那因为过敏究竟是由于免疫过度导致的呢，还是免疫过弱？提高免疫力的原理是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医生啊，其实特别希望有非常多生物医学知识的病人，当然也确实有时候特别怕有非常多生物医学的技术的病人。比如说这位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蛮好的。以我的理解，免疫肯定过敏反应肯定是一种免疫过度，因此它背后的机制呢，有可能就是说免疫反应过激或免疫功能紊乱。当然我相信免疫功能紊乱是更重要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就应该抑制免疫或者免疫调节。那如果我们在临床上碰到有些医生可能会说，哎，你要把你的免疫力提高，所以这就又回来了。免疫力提高是什么意思？如果仅仅是把这个 T 细胞的功能，或者把 B 细胞的功能，把 NK 功能的变强，那我觉得不是老师说的难以理解，是我跟您一样认为这位医生说的话难以理解。但如果这个医生的免疫功能提升是说把这种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况改变，使得它不紊乱，变得更为正常了，这也是一种功能的提升，那它就是对的。当然说起来这边很容易，但怎么做还真是很难。就像我在门诊看病人最喜欢也是最容易讲的一句话，就是，哎，你要注意哈，别感冒。其实我自己下来一想，怎么别感冒，怎么做得到别感冒，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学到了，我从黄老师的回答里面，其实他这个医生总是顺口说的这个提高免疫力是平衡你的免疫力，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对，一切回到他的最健康的状态，并不是过高也不是过低。对，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来自广东省天河中学列德实验中学的江阿丽老师，
他提问，那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对未来精准医疗的发展有什么可能的影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呀，您提了两个问题，一个细胞生物学，一个分子生物学，是吧？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生物学。其实我们现在对疾病的理解，都是源自对它生物学的理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得我们治得更好。我本人是做白血病的，所以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知道白血病，但是白血病呢是一个现在从诊断上呢已经具体到了哪种细胞，细胞上哪个分子，因此由于对这些细胞和分子的了解以后呢，使得我们对白血病就已经变成一个白血病变成分成很多型很多类，而根据不同的型你可以设计小分子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 marker 来去监测它的治疗过程的改变，也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精准治疗。由于这些进展使得我们白血病，以这个为例，比如说我们刚才我讲了这个生剂和微甲酸的故事，它就是一个先是发现了这个 PMRALA 基因，然后根据这个 PMRALA 基因以后呢，它有不同的分子靶向药物，现在这个病的治疗能达到90%的病人能够得到治愈，而且只是敷药就行了。所以分子就是细胞生物和分子生物的进展，可以说对于肿瘤的诊治非常重要，它能够明显的使得我们肿瘤的治疗走向精准治疗的时代，所以它非常重要。对，这样的意义很大，就是有一些病人其实他不需要遭那么多的苦，他吃个药他就能好了。对，有一些病人他需要用这个手术啊，或者更好的方案。对，一个精准医疗确实也减轻了经济负担哈。对，好，谢谢。那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跟这个有一些关系，是天津市第九中学的王静兰老师，他问到，生物学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您能谈谈吗？我觉得这个是生物学在医学的应用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我们还是以白血病为例，我们以前有一个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它首先发现染色体的异常，9/22染色体异常，随后慢慢就把这一类疾病分离出来了，所以第一疾病认识，第二还是这句话，有了这个东西，随后又发现它的基因改变，然后根据这个基因做小分子。所以进入分子治疗，所以这个病也同样吃药，变成原来是必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而现在这个病基本上就是用药物和监测就行了。那它的10年，的生存率达到了70-80%，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呢，可能我们不能马上转化为应用，但是对它的认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认识的过程就最终它会转化为改变啊，所以我觉得的确生物学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对临床疾病的诊疗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咱们最后来一个轻松的问题啊，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王俊尧老师，他想请黄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生活中应该掌握的医学科普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两方面来看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当我们懂医学科普越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的跟医生的沟通医生的交流主动配合会好很多。所以比如说我自己觉得不同的需要了，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注意最常见的手卫生，比如说我们在中继的传染病，我们现在尤其是新冠的出现告诉我们要注意戴口罩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另一方面开句玩笑说呢，我们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哈，如果说你有一个定向的课要了解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当然是科普越多越好，但是
对整个医学的科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就相信医生就行了，这是最大的科普。因为你再怎么科普了解一个疾病，我个人认为它最终一般来说是难以超越医生，尤其是有经验的医生。所以我将从 philosophy 的来讲，说我们既要懂科普，更要相信医生，这就是最大的科普。所以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核心的，就是听医生的话。听医生的话。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从您的分享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北京方案的前世今生，然后也认识到这真的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也非常有收获。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